我们走出来，你再不要！我们这帮人，你想要先捞捞实实搞了清楚，杜光亮的尸体，你到底想要处理啊？就算讲伊给我藏入去以后，伊还阁存一口气，伊绝对顶我比其他边啊，哪有可能阁走出来啊？伊讲阮爸是一个真有正义感的人，伊上挑种正两惊的人，尤其是袂骨啦。伊若是我的后生，毋知会活好。你介意你呢？你就会报告出来。无好下无？但我甲蒙子的爸爸较大，就会当关期待小孩。 就算你甲廖蒙子出来嘛，恁两个人如果保证到，赶紧生一个，恁毋若就有参我的婚姻，连乌龟宝宝你嘛要救出。许氏伟一登场开枪，廖蒙子想着迄个囝，结果就真正落地啊。我确实是甲杜光亮尸体偷偷藏起来。我这件代志是有人有心要对付咱。我呢做只想要替伊留下，反正以后会当有机会将这个证据甲陈龙举拗落底，我相信你。 恁两个廖蒙子就是大选，这是害杰囡仔的性命，是恁要管他的代志呢。爸，我会调你的心吗？恁进前就出过奥波，跟我的亲子鉴定报告啊，已经有前车之鉴啊。阮阿公今日早起检验中心，佫真正等到一只鬼鬼祟祟的鸟鼠，弄入去检验中心啊。哥，你看。